超越是要把囡仔提掉哦。对呢，阿姨个性这样硬着，绝对有这个可能啊。超越虎三哥要把囡仔提掉。大小姐，这是同意书，你看一下，那无问题，你就会当签名。这个囡仔不是我跟文英两个人，欢喜感恩才有诶。我不爱这个囡仔。既然有心啊，囡仔哪会提掉啦？江超越跟小雨要把囡仔提掉是你的自由，你都不注意周董。那是今晚想要话停，一个会有哦。宝宝，真的就是累，这里留不改，我是不得已。没事，两位见了了，我伫咧做街坊。吴信台，就只看到阿乐像恁两个这样啊，相敬如宾。少来啦，刚会当，请恁拥抱一下。唔通啊，雅姐，这绝对是吴信台设计局，你唔通跳落啊！林会官，你讲呀，佮真正有效呢。江崇仁，伊真正好阿钱呀。原来你佮林会官联手欺骗总裁，伊好心甲你当三公，你佮当作是骗那骗业绩。就算讲你佮总裁斗，伊嘛无一定会相信。你来试看卖啊，我的话，你敢会信？你的囡仔是受别人控制来的，所以你有选择权。超越是要把囡仔提掉哦。对呢，阿姨个性这样硬着，绝对有这个可能啊！超越虎三哥，要把囡仔提掉。大小姐，这是同意书，你看一下，那无问题，你就会当签名。这个囡仔不是我跟文英两个人，欢喜感恩才有诶，我不爱这个囡仔。既然有心啊，囡仔哪会提掉啦？江超越跟小雨要把囡仔提掉是你的自由，你都不注意周董。那是今晚想要话停，一个会有哦。宝宝，真的就是累。这里留不改，我是不得已的。听清楚哦，我跟你尴尬绝对不可能任何交叉，所以这个囡仔上好提调，你拢莫去阻止。